前天。啊？你是不是因为我把阿姑留下来，所以你就不欢喜啊？我是有什么立场会当发表我的意见啊？我是恁尤家的子孙呢，嘛不是恁爸爷的当叔啊。啊，你甲恁妈讲好就好啦，卡免到时阵哦，恁妈若是不欢喜，佫个气出在我的身上，讲哦，拢是我要甲你管好。叫你莫安尼啦，啊！我这只脚若是无多好，上辛苦的人是恁的，所以应该甲我同款，感谢你才对啊。是讲哦，伊即马既然已经是咱爸的医生啊，我以后嘛是会对伊以礼相待。啊，假使若是爱我对伊私底下有啥物交情，伊绝对无可能的。阿姐啦，阿爸爸不用到今嘛，找时间来看你。严哥，我买你爱吃的点心哦，来咯，做伙吃。我袂枵啊。啊，阿婆，咱明哥吃，这是现家的果吃。你今嘛补充了维他命 C， 对你的康复帮助的。我嘛袂吹大。湘琴，你想怎？是不是你的空虚在听，不想要讲话？阿婆，你先歇睏啦，吼。天天，我感觉我今麦最想听罗比的，你敢用听我背？罗比哦，那呢，我随去背。恁来使兄弟啊？是不是你妈妈跟玛丽啊？还是天宝了你手机？到底是安怎？爸爸，我若是跟你讲老实话，你敢会跟我讲老实话？什么老实话啊？你是不是有做出对不起妈妈的代志？小姐。你是在讲啥？是唔什么代志哦？你误会啊！我嘛希望这是我误会，啊那无，因为你的反背，让我减一支脚，你应该嘛会一世人良心不安啊！小姐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甲爸爸讲不清楚。我看到你甲高芬伫个车顶，两个人关系足亲密的，我看到。我真正足惊吓的，所以雄雄公公才去予抢了着。原来是这件代志哦，啊，就是讲在路的啦，拄着高夫人啦。啊，高夫人是因为佮当受着，完全袂记得伊，啊，伊非常的伤心，啊，一边走路一边在哭，我就感觉足危险的。你才请伊来我遮领坐，啊，予伊心情哦较平静的。啊，不过你对伊的态度。啊，佮有你两个人的动作，真正足亲密的，一点仔都无亲像是医生，啊，佮有病人家属的关系，真倒是亲像真实的朋友。高夫人是因为着佮当时得了病，常常来病院找我，啊，我两个相处久啊，啊，两个当哪像朋友的啊。你莫佮我骗，我有看过你佮你个病人，啊，佮有因厝内底人，迄种关系。甲这也无同款啊！爸爸无骗你，高文的心内，干老哥当首长尔。我只是徛伫个医生啊，甲朋友的立场，给一个意见，啊，去安慰伊。我绝对无做出对不起你妈妈的代志。咁真实嘞？真实的啊！爸爸，你是我这世人上尊敬的人。我真正希望，这只不过是误会，你无骗我。虽然我甲雷军是清白的，但过阮两个人，
确实是生一个后生。可是相亲人知影俊生是伊的哥哥，唔知伊的反应有偌大。唉，小姐，多谢你哦，甲爸爸提醒啊。虽然讲我认为我是清白的，不过做的是嘛较真心的，才袂引起别人误会。我含哥五年以后，一定保持距离。好啦，小姐啊。因为你爸爸的代志哦，安尼出车祸，我真正感觉做不甘的。爸爸，你跟妈妈无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我感觉身体受伤，我嘛无希望，是我心内受伤。舅舅，这一桌，湘琴。你也是想要叫我舅舅啊？一方面是因为你妈妈，啊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常常有人叫我舅舅，我真正袂惯习。我想，你也是先叫我孙医师就好，好不好？是。只是一个称呼尔，无啥物啦。我是专工来看你的，你即摆身体敢安怎？敢有倒位不爽快？我挺好。我是医生呢，你在骗我是不？陈秋堂这款手术人哦，起码他因足疼的，你真正足厉害，他这么疼，佫会当笑笑，甲阮讲话。我无甲你骗哦，我把治疗过遐患者甲你比起啊，你是内面上勇敢的，台底人无咯，给你两个赞。多谢。啊，对啦，院长啊，在会议室的时阵，你甲湘琪这么听话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希望哦，因为我的代志会害到你甲伊六夫人安尼闹甲不爽快。所以说啊，你都是我跟你回去的啦。我话唔知啊，你甲秀英哦，委托公关，啊，佮叫你来外边，啊，好你哦，唔知咩做啦。我所以说，我的病人真正需要参详你这么优秀的医生啊！院长，你真正受过客气啊！比给我这个机会，当来大病院学习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而且哦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，发挥我的专长。我也希望会当对着你的身躯边，我跟你两个人做伙。甲爸爸所创立的这间病院发展了越来越好。多谢你，